7月12日，杨幂时尚杂志封面大片曝光。照片中，杨幂身穿黑色回形针高叉短裙，发丝微乱，眼神犀利，姿态魅惑，大幂幂性感又硬气，黑白渐变，氛围极简，但力度无极限。杨幂造型冷酷性感，全场头发凌乱的模样，用不拘一格的时尚态度打破一些固定的界限，被赞好美好酷，而且还显得颇有少女感。